可以的，收不掉。嗯那因为下面已经都很平了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吹茄子的，所以这样的落差差不多了。因为再来这一阶，对，一样跟它，对，再来这一阶，所以这几阶基本上都很可怕，没办法。那如果说各位认为这样子稳的，对啊，这样子是比较稳的，那就是碎石头全部进去泥土。没有，还有一块石头啊，我那边还放一块石头，还要再放一块。那左边那边还有一颗了，左那边这边。你看，这颗帮我把密合好不好？那再塞石头就好了。等一下，这只要是再来，太厚了。不是这块移起来，先把底加个加，后面这里需要削，对，你要放地下，除非你要削这里。好，那就不要了，如果很稳的就不要动它。要地下去了，往楼下去了。楼下有要用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先收。对啊，所以你要一些大石头，还要留下来做下面的。因为现在忙哦，还有大石头可以当封面。再东西再下。那边那一片有没有？不要一颗一颗塞，没有用。那一片。一抓一下。大的大的。它都要碎石的。然后把泥土。把土啊，干石泥土全部下去就。运碎石。好了，先这样吧，尽可能，尽可能。来，你先冲门来，去弄。我先冲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给我。他的手，弄好，小心。我觉得这个花下去了，对啊，这里要再一些，这里再帮他挡。没办法挡了。啊，不能，而且老师你踩的面已经，这里要做一阶，不然你会不能踩到那边去啊。哎，还好，这里一定要一阶的，这个落差那么大，你来家看你就会清楚。这里不可能从这一抽踩到这里。没有，还是会晃。是你把那个自己放到后面去，然后让它往后面。好，开始啊。好，我来了。不要太用力挤哦，因为这边还没有挤哦，要再冷静半路啊。这个最有争议的一间，一间最复杂的。十岁十岁十。好，没有。这个的下面，对不对？那边应该是空空，要从这个角度。对对对对，你打了。嗯，碎石碎石。这个后面。你压下去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。啊，老师，我这边有碎石了。好，要土啊。大家关掉这一边，我要过来。我看见上面那一组是谁？工具没有收。来，下面那一组是谁？工具没有。我们今天还要上去。好了，不要太早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。不管。大哥，你等一下。这下面。底下块啊，一定是两块至少。那哪，两个锥在动那根草结顶的。没地的就走了，不然就是一个路啊，一个八路，这里差不多，对，可以吗？这里还有哪里要塞？这边，所以要多到吗？多没有一点，好，装一点土，要土了，土，这个都太粗了，哇，都没石头了呢，等一下那里还要做一次，好，不要就不要，上脑筋了，嗨，牛。上面有碎石，要不要？哎，小心那个，你搬重那个会滑下来。明亮，等下再搬，先给他上去。楼梯慢一点。一个大的压下去。那你干嘛？玩具。超光的。小石子搞。在那边。碎石。哎，老上要碎石吗？你要再埋一颗。太高，再挖，要再挖了。再放放看有有。哎，你那个八路啊，我来帮他挖一下。这样 ，OK。再挖一些吧。有一点点，对，那边一点点。来，八路啊，你把八路给我来。那一面敲一敲。哎，刚刚明亮，你那角度不错啊。够。没有了，刚刚那样不错了，刚刚一下吗？这个太，这个太，这个不容易，这不够平，这不够平，谢谢。多一点，多一点，你先把
他那边上面都选好了哈。哎呦！我就觉得那个边边刚好没有挡到。看看，来试试看，先把那土挖掉。有没有挡到？好像没有。看到了。好，试试看。好。树干了，我要干掉了，啊！哦，南面最漂亮，这一面。刚刚你上一个。太大了。对。那个大。看一下，我忘了耶，要改才知道。反正不是这一面，好像是这一面。来了，齐刘的灾。好像是这一面。我是尖边啦，我这边尖边啦。如果是这一面的话，这里就要插。对，那边尖尖的。刚刚只差一点点。对，我就要插那个让你尖尖的下去。要通过哦。好，给的。来，就快就快。好，我要过。踩大石头。可以吗？不拿，这样拿，没有那个本。哎呦，你踩到那个。踩这颗对。所以那个都老师还是这里不要装大石头，这边用小石头哦。不行、啊、不行，一定要稳一点的大石头。对啊，你看有人可能会想要踩那个边，打一根竹桩。好像不是这个面，刚刚没有那么高。尖的在向往外面，尖的往外。我记得尖的是在外面。嗯，这样好像也可以。刚刚不一样。另外一边。四十八。这样就整个再往下。对。刚刚只差一点点高度啊，是哪一面？对呀、啊。反面吗？你刚刚试过这面。还是我们把这块往上。啊？可是你怎么往上？没啦。你这块这样才能稳呢。没啦，你。没有。这个其实已经不稳了，再要重新弄了。我只要踩这里就给你滚下去了。不是，这个已经不稳了，这需要重新弄。那个石头已经掉了。要再塞一个。对啊，不然就是塞，对，垫高，让它跟它一样高。像这种东西来垫啊。反正要坐在走哪里？走这边，走这边稳的。好，谢谢。没有了，我是觉得说哈，最快的。所以那个不能有突出，让人家去踩。要踩到只能斜面让它踩。稍微放就好。而且那个大石头，就那个大石头，要放进去一点。看你们尖的面。这种三角形的，尖起来石头。再来试试看。可是这样空空的。你看我看看，我想一下。这样很高哦，接上来会高很多哦。看能不能稳。你要锯哪里？更高了。没关系，高。现在高度有高了嘛？嗯。那个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是让你高度过高的话，跟上面那一些差异又小又短了。没有，上面这个。那上面这个差异太大了，没关系。就是上面太高。哦，这还出来。只是说会不会滚啊？出来没关系啊。不行啊，会滑下来。对呀、啊，还是有这个问题啊。跟上面的问题。看起来，只能。把再降低啊！这个滑出来不行，这面没法收尾啊！这个面，下面我八路啊，这一只来这里，不是啊，我是觉得下面那一块太大块，嗯，下面不要垫这一种，下面像你刚刚一开始两片小片的，中间留空，它只是把它垫撑住，撑住就好了。那你撑住了完了以后啊，你不要怕下面空，因为你这些料下去，整个夯它就会。所以是两片比较小块的，但是刚刚是这边侧斜面的，对对对。那那个不要再挖太多出来，没关系，因为那个下我们等一下就是要靠那个固定的。那个不够大啦，没关系。然后那一块吗？你的脚那一块。